我们谢谢经理这边的分享，那也很谢谢各位同学今天的参与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所收获哦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同学有其他的问题，也可以跟经理这边来做联络，那跟他们来做请教。那今天很谢谢同学留下来，谢谢。经理来交换个名片，好好好，你是红海赞黄宇新经理。站，我是青天新闻社社长郭青。哎呀，也太早结束了。哎，交换个名片。幸好我还赶得上最后一分钟。请问你刚才讲的重点是什么？简单的两分钟。不好意思，因为他们对外发表言论要经过公关那边。好，可以来交换个名片就好，谢谢。来，给我名片再说，谢谢。没关系，你一边讲。哎，就是因为刚刚有没有讲，你是说就是说 H， 同学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询问 H 模型，可以跟网页做互动。对对对。那个模型是我们要直接可以用我们建好的模型进去，还是要有修复？目前都是，就是其实目前我们会跟 AR 部分其实都是做同样的接接。那现在是市面有类似的教学的资讯，还是这东西这方面的资讯？你好。来，交换个名片。你方便到学校来讲？好好好，我们可以找我那个联络。哪个学校？交换个名片，我记者。哪个学校？我是南台。南台工。南台科大。科大在台南。在台南，对。嗯，辛苦了，跑到这么远来。哪一个系？资工系。资工系系主任。没有，我是那系里面的老师，副教授、博士，辛苦你们了哈，谢谢，欢迎你们从台南来到高雄玩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郑锦秋，郑锦秋博士不简单。好，谢谢。大学读哪里？大学我读那个交大，交大物理系，调了一张名片，谢谢。